兄弟姐妹，祝来平安！今次拜欢迎各位来参加救恩真心教会的福建主日崇拜。今仔日的选调经文记载伫诗篇第101篇第一节，大笔的诗：我要唱慈爱甲公平的歌，耶和华，我要向你唱阿乐的歌。咱来三甲祈祷。天父耶和华，你是至高的主，万王的王。今早起，阮要来敬拜你，阮要来唱歌，阿乐你的名。若是咱有堕落做唔对的，得罪你的，请你原谅，因为你是有慈爱、有公义的上帝。即阵，阮要开始崇拜。愿你得到至高的荣耀，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上帝的听是何等的深，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，信靠耶和华的人，实在是有福分啊。你当我，会当当。
主啊，我敬拜你，我敬爱你，我要一生献乎你。兄弟姊妹平安，今日的信息经文是伫《申命记》第33章第15节。你的门框是铁的、铜的，你的日子怎样，你的气力也袂安尼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听读伊话语的人。兄弟姊妹平安，谢咱大家阿头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来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一直为常常看顾咱的上帝，鼓励咱的上帝。但感谢主，所行人有你的缘故，请做咱随时的帮助，求主帮助咱在这时刻，行人有一个安静的心、修改的心，听你的缘故，要关信心，做咱的老师，叫上帝缘故，直到咱的心来里面。建立咱对你的信心，安尼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今日牧师爱甲恁分享的题目是稳定交易。一年一年的过去，咱就感觉咱有年纪了，咱会较老了。有真侪时阵，咱有阵时爱做一寡真正简单的一个代志。咱就爱出真多的一个困难，譬如讲，咱坐落来这班交易的所在，咱来起来的时阵，咱会用较长的一个时间，来对伊的所在一个所在行到另外一个所在，遐也是爱用较多的一个时间。咱做物件，咱的简单，会主来主办，并且咧有当时。咱患病、咱感冒的时阵，顶摆少年的时阵，咱真正紧就呼吸了。这种可能爱用较长的时间，咱较会来恢复咱的健康。
无同安尼款。等到有年纪了以后，等有当时咱的耳孔也重，等有当时咱甲咱讲话，咱听无咪会清楚。咱那目睭有当时也会花，也看未必会清楚。等咱看到想靠咱的身体愈来愈软弱，等咱的年纪加天的时阵，咱有当时会来担心，会来惊吓，之后才要怎样呢？兄弟姊妹，咱感谢咱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一直为怜悯咱的上帝，伊知影咱的软弱，伊会知影咱的这个感受。上帝爱咱，会来看咱的软弱。上帝乃是爱咱，常常会来看伊，会来挖苦伊。虽然咱的年纪慢慢会来加添，咱的身体慢慢会软弱，咱来继续来挖苦上帝。咱爱亲像写诗的人安尼款来讲：上帝独立以外，地天顶各个有一罪的；独立以外，对对象我也无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甲我的内心虽然渐渐会软弱，上帝，你可是我心内的满足，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是的，兄弟姊妹，咱爱亲像诗人安尼款来讲：虽然我的肉体渐渐会软弱，但是上帝是我心内的帮助，是我永远的福分。不是凡主耶稣伊服侍了以后，伊真正亚神，伊甲门徒即阵爱到另外一个所在。当地船顶伫海中的时阵咧，忽然间伊人拄着问题。忽然间吼，伫一个海中的时阵咧，就起了一个大的风浪。伊一寡的学生真正无闲的志气，还叫伊船卖沉落去，因为伊吼真侪钱水就到伊船伊内面。但是耶稣却伫伊的所在伫咧困，所以当伊的学生真正会紧张的时阵咧，伊就尤其叫起是耶稣，讲耶稣耶稣，咱就一船爱沉落去，都无伊来关心吗？耶稣就起来，耶稣就在伊所在命令伊风甲伊的海，叫伊就安静。所以立刻咧，就看到圣经甲人讲，伊风甲伊海咧就安静落来了。当主耶稣的学生看到安尼款一代志，伊人罗想，伊人彼此真正会惊吓讲，哇，到底这个是一罪，连风甲海拢听伊的命令。兄弟姊妹，咱有当时也是安尼款。是无在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会拄着咱的人生的风浪。有真侪咱亲像这学生安尼款，咱常常用咱的方法，咱未来求救助。第一时阵，咱应该爱来求救上帝，咱爱来挖苦咱的上帝。上帝是咱的帮助，上帝无应允咱，在咱的人生的中间无有风浪。上帝话骨甲咱讲，上帝赐雨水。行其难也行有罪的人，上帝无讲不比咱相信罪人会来无拄着问题，但真像无相信主安尼款的人，当咱活伴这世间，咱就会来有拄着问题。但是无受上帝多多咧，无受上就是咱有咱的主甲咱同在，在风浪的中间，咱有主甲咱同在，咱的主是全能的上帝。所以风雨拢听伊的命令，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咱会来仰望伊，因为咱的主是大有规律的上帝，咱的主是丰富的上帝，伊稳定到家人用，伊应允咱。甲咱讲，咱的日子怎样，咱的力量也必会来怎样。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咱唔免惊吓。虽然一年过去，咱的年纪加添，咱的身体会渐渐会软弱，但是他会继续来挖苦咱的主，咱要将咱的担担交还咱的主，咱逐日拢爱抓条条上帝显咱的应允，咱的车就祈祷，将咱的一切的问题拢交托给主，咱不断断相信主会听咱的祈祷，咱爱相信上帝也常常为着咱来祈祷，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等咱的身体渐渐愈来愈软弱的时阵。咱要相信，咱的上帝是帮助咱的上帝，上帝有恩典
高价的人，也按你看会应允人，高价的稳定是高价的应，因为高的能力在咱一乱了的顶面显著的完全，因为咱什么时阵乱了，什么时阵就干掉，所以关注来教好咱每一位的兄弟姊妹，请咱大家阿头一道，听管理主要说几多，感谢你的惠顾。感谢你的鼓励，感谢你行人有真多的应允，求主加添咱的信心，但但只咱条条条你家己的应允，并且就讲卖看环境，咱也是独独的仰望你，求主加添咱的信心，但只跟对你的脚步，阿弥陀基督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阵咱大家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耶和华做你的避难所，愿耶和华帮助你，拯救你脱离一切的危险。愿耶和华赐予你完全的信心，凡事也来投靠伊、倚靠伊。也愿伊将你心内所求的赐予你，对祂祈祷，永永远远。阿门。Thank you.
兄弟姊妹，祝福你平安，我们后期再聚会。